期就对了，今年就了，啊，把咱的民生搞好，是六年，啊，四月就开始爱唱歌，啊，有咱的名师陈载老师，啊，辛苦的指导，甲咱强烈推荐，八月就开始参加，哦，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，表演甲电视节目的演出，哦，钻石夜总会、鸿蒙会，我猜我猜我猜猜猜，来百万大歌星、综艺大大赢家、Super Idol， 哦，小学 PK 王，哦，啊，拢是女创佳绩啊！啊，更获金曲歌后真心梅旗下的赞品及主持天后，历经封为妈妈歌后的美誉哦。哦，啊，以小小的年纪能破百场的演出，啊，我们那个梅旗可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啊！自2009年推出第一张唱片合集后，受到歌迷热烈的回响哦。啊，第二张唱片合集也在咱那个去年的12月发行。啊，希望歌迷朋友也当继续支持咱，支持甲指导哦。啊，咱梅旗将以更精湛的演出哦，呈现给大家哦。啊，今日带来两首上新的哦，上新的 CD 歌曲，第一首是咱的《姑娘小雨伞》。是，咱梅旗吼，前啊吼，我拄头一届见面的时阵哦，也困难囡仔嘞。哦，啊，女大十八变啊吼，愈来愈水。歌真高兴，好，咱大家甲欣赏一下，大家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梅琪。优秀，我真的啦，真的。
前途无限哈、哦，啊呵呵啊棒，咱讲真嘞吼，以后吼、哦，嘿，若要唱歌赚钱，若无人再甲我叫一个，吼、哦，我做你司机，吼、哦，好，啊一工两千块也免清洗，吼、哦，啊走伫我紧，我会用啥？看台湾专线伫里弄安尼，我紧嘿，哪会甲叫哦？吼、哦，老师继续，哎，哦，你听这这个唱的人，我来拍声掌声鼓励吼，啊，再来继续咱。第二首歌曲是咱国语的歌曲吼，《幽怨的循环》哦，咱的主唱者吼，就是咱的原主唱者，就是咱的陈美琪小朋友吼，啊，好，咱阿边阿叔来拜托者吼，咱的《幽怨的循环》来，请个花下过来去，谢。我是心情寂寞的人啊，曾经有过的酸甜苦辣都随寒夜去，一份感情一份对敌，深情的拥抱温润的亲吻，却让你却留下爱怀。难处从容之间，一些纠缠，一些难题，和你的双眸，温暖的情怀，让你去留下。情怀，让你却。